下午三点，钱佩云、徐维麟出战高尔夫女子个人赛第二轮。下午5:36起，罗嘉玲出战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16强赛。下午9点，郭幸淳出战举重女子59公斤级。以上是台湾代表队选手8月8号参战奥运赛事的赛程预告，出赛时间皆为台湾时间。更多赛事内容关注中央社，一起为台湾队选手大力加油。